啊，甚至厕所的方面，我们设想有非常周到哈。啊，其实我嘛，甲大家报告，咱的大垃圾哈，咱即马的厕所几乎全面更新了。啊，包括活动中心的厕所、凹凹、厕所哈，您即马拢会使去看，包括东市场、西市场、中央市场商场，包括对面的迄个星座厕所，佮。 啊，义消人员的检查，义消的福利啊，大家都看到，历历在目哈。你可以看到义消部分，我们是报告者背后哈，啊，这个表示我们现场非常的重视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哈，啊，谢谢现场，谢谢部长啊，义长啊，所带领的包括我们啊，所有的干部团队哈，拢非常认真啊，替咱们义消啊，尽心尽力哈，啊，在前线啊做。 最好充足的所有的设备资源、人啊、物资的准备，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执行哈。啊，消防是一个大家庭，也希望啊大家在这个大家庭里面都可以齐心协力啊，互相合作哈。也祝福新的一年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啊！龙年行大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那我们是民生医院吴院长，林玉仁，我支持。 好，谢谢我们的张秘书县长哈，包括咱的林胜局市长啊，嘛是咱的副总队长哈，还有我们林武山局长，我们萧副局长，过来这个出级出来哈，出级的哈，也咱的团长哈，还有我们吴正宪董事长啊哈，包括我们义消总队我们的总办事啊，姐姐咱这经义消听义正话，大家晚安，大家好。Oh. 谢谢你们，大家辛苦了哈！但是这些人嘛是在台湾讲的，因为哦，你的付出，大地方安尼，甲恁啊感谢一下哦。啊，在每个年节的时候，就是我们警义消最辛苦。警义消来讲的是，佮跟财富两座，所以你是冒着性命，你保护百姓，这性命财产安全。所以我们在整个议会里面，全部都支持我们警消所有消防的业务，包括他都管理员讲的哦。 几乎文山局长有求必应，那我们就是负责让我们的议会、我们的那个预算哦顺利通过，因为没有人敢去动，动他试看看。<笑><笑>啊，可以请你的家猫，因为你进来哦，那个我们的团长还有郑县顾问哦，还有很多的顾问啊，为着感谢咱桂林啊、新科、地勤啊，配合经销，以及地勤，所以传一寡这些好建议啊，来给您慰问啊哈。那在整个我们议会啊，县政府能够编制的预算跟各方面，我们真的啊，热心管理实在有够有咯，这个妈妈当着真棒，哦，连连做来你全家好幸福是吧？哎呀，所以讲哦，这种很棒的县长，我们还是要全心全力来支持。 包括团队内工，这里希望的业务，大概放一点点灰，我放没灰。来，管理工要不要来讲，请管理工，对吧？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哈，我们所有的顾问哦，啊，给我们捐，对，捐的这些物资，啊，把义工，那地铁的心，注意安全，那也感谢了哈，那现场带领的这个团队能够持续的啊发光发热，感谢我们所有的警义消兄弟姐妹，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我本来不管怎样，我对警察一样，对消防一样，都是一样的初衷。我跟你讲，只要大家有需要、有需求，我来一定啊，全力相助啦。好，来喝了。好，谢谢。我们邀请局长来为我们致辞。啊，欢迎我们两个副总理，欢迎吴正宪董事长，欢迎娘家第一基金的头家啦，愈当天愈赚愈多啦。大家拢无了解，即马差不多说物件拢是容易的啦吼，会讹了吼。啊，所以炮位兄弟，所以志刚，所以黄火先大队，大家我大家好。李贵李刚哦，大概出力切得了哈，全家感谢。但所有炮兵兄弟也是要留守到李贵的消防分队来守护咱乡亲的性命安全了哈。所以才特别感谢了哈，因为有你，我咱家分队在乡亲这性命安全才会当得到保障了哈。真正代表分队乡亲向所有炮兵兄弟、所有志工、所有防火先导队弟兄哦，十二万分的敬意跟谢意了哈。哎，这几年来甲大家报告了哈。馆长就是讲对阮经销好啦吼，真正对伊所有营销一再叮咛，有啥物需要，馆长拢全力支持啦吼。啊，各位看到有咱的协进会，以前馆长就认定是一个便当六十块，后尾馆长改八十块，即卖已经改百十块啊，吼加一倍，所以咱是甲馆长甲拍手掌。再来甲大家报告啦吼，咱的保养。咱分灵官虽然资源不足，但是以前咱是无够悬，1000块即马提升到1200块。做咱分灵官，你看所有炮兵兄弟，恁的保险有啥物重要啊、重要事故发生，咱分灵官是全国前三名的保险，520万。这个环境哦，看在眼内，恁的性命安全家己顾好，是咱顾大家性命安全。做咱的保险，虽然分灵官是资源不足，但是恁的保险是全国前三名。咱是把甲馆长感谢一下。哦，再来大家看到啦吼，像咱的慰问品吼，以前是800块啦吼，啊，大家拢讲啊800块，唔知要买啥物件，啊，买嘛无好物件啦吼。所以馆长伊在议员的建议之下，伊嘛感觉啊800块，啊买嘛无可能好。所以今年我们用 BOA 目标哦，咱7哦，全家的7的礼券，所以大家最近应该连比起来500块的礼券，这当作咱苏联的生意哦，7会使买物件，买啥物500块就开了哦，这个无医生也是增加到3倍啦，真正无简单。虽然上过，但是观众较看大家来，大家替咱的性命安全、民众性命安全一保护，所以观众愿意变红，变这医生，大家先破个需要多少钱？哦，报告啦吼，馆长常常讲着，阮的医生兵建议多啦吼，甲馆长嘛爱报告，咱渐渐阮陆续对外口做旧的分队拢要改善2700万吼，即要阮2700万来改善外口经销分队的听色，不管是冰箱、冷气、电视哦，电器设备用品，包括内底遐大的物件，通改掉，即按2700万。专业各种业报告，将近180万，我准备平均领取哇，很舒服，将近3000万，哦，这真正对一个主管他不熟的关系来讲，真正是不简单哦。啊，另外嘛，另外讲，啊，那个消防局连锁拢那久啊，顶下来这里提供，啊，那好歹哦，所以个管理把大家报告以后，800几万，我已经到我当改善了，好，我大家未来来消防局哦，然后入去内底上好。气氛也好啦吼，咱是甲馆长感谢就好。啊，馆长啊，讲定啦吼，过去咱今年咱分灵商局啊，真进步啦，不管各方面比赛拢是得冠军啦吼。啊，甲馆长报告，就用你甲行政院陈建仁报告了，顶礼拜吼，咱分灵官商局真无闲，消防署啊要去除掉，行政院嘛要除掉，哦，还有增加，马上来哦，咱虚实整合，守护者联盟。取得全国哦社会进步奖首奖第一名，啊，这个部分哦顶面摆哦消防署中央政府各关系哦拢是要甲咱消防局提出了哦，这個、行政院有内管哦，所以咱那种咱的哦经验分享如何做较好，未来各关系也渐渐来参访了吼，啊，最近咱过来关系拢来了吼，好几个县市来参观咱分灵官，代表咱分灵官哦，这几年伫馆长的领导之下哦，各位炮兵兄弟应该嘛感受会到啦，咱确实有进步了吼，以前真正是古傲古草啦，先无啥物好看哦，最近这几年拢是排队来哦参观哦，尤其六合分队迄、那个天色规个观啊。
馆长开过600万吼，就去整建吼，内底未来，由于今年多啦吼，咱昆仑馆又数人八万块 TP 啦，馆长股民有咱1000万，咱昆仑馆家己要独立办 TP 哦 ，TP 一个爱上将近20几万哦，咱昆仑馆结合家己关系到达40几个都要办一班啦吼，啊，这可能未来就是6个分队靠客台大医院哦再来教导。啊，这个部分未来提升咱昆仑馆消防的救护，哦，会当有咱的乌卡数各方面会当降低，哦吼，有这个馆长的哦守护，哦，甲感谢天，咱昆仑馆的民众真正是福气啦。咱最后是毋阁甲，我拍大声来甲馆长讲声。因为你，咱昆仑馆叫的哦平安的所在哦，在民众的性命。
籍贵宾给予在场伙伴的勉励祝福。接下来我们进行慰劳品颁赠仪式，恭请县长为我们颁发春节加菜金及春安慰问品，由公园分队分队长陈玉燕及凤凰救护大队大队长谢秀凤代表受赠。感谢县长准备春节贺礼致赠所有的消防及义消同仁。农历春节连续假期将至，为感谢消防同仁在全过年期间全年无休坚守岗位，特地致赠备品所需的慰劳品。为了各位消防救护姐妹哦，好，谢谢市长。再来恭请我们副总队长，也是我们的小白议员，来为我们颁赠慰劳品，请由吴伟房宣庄秀荣分队长代表受赠。庄秀荣是我们的防疫员哦，代表。我们消防是个大家庭的，今年采购了这个羊肉炉，让大家吃在嘴里，暖在心里。好，谢谢副总队长。接下来我们邀请义消总队顾问谢帝旺团长来为我们颁证慰劳品，有请宜西罗中队义消中队长杨文龙中队长来受证。十二万分的谢意，谢谢团长。接下来我们恭请义消总队顾问刘进庄董事长吴正宪顾问来致赠慰劳品哦，请由北港义消中队刘世忠中队长跟吴伟义消中队曾翠芳中队长代表受赠。这边帮袁进庄做个广告哦，袁进庄是从农场到餐桌的实践家，他们的产品啊荣获了云林县良品认证，保证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请大家会后啊也欢迎踊跃选购。接下来我们恭请局长为我们颁赠慰劳品。然后请由地消地战大队副大队长沈一战副大队长代表受证。好，今天这支姜母鸭很不简单哦，它是袁进庄运用 AI 跟智慧分析挑选的，然后最远的行销到我们杜拜哦，比较什么干单。
那我感谢大家。好，我再说一次，荣耀于您庆新年，荣耀于您庆新年。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活动就到这边了。那祝福大家祝贺龙王，龙年行大运。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用标的方式，
就是我们7的这个礼券啊，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捐物，还有很多的捐款礼，还捐赠的物资啊，让我们在春安期间能够在这个寒冬的过程当中能够在吃饭的时候也有一些火锅料让大家稍微保暖那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一个照顾。那当然呢，我们所有警力消防员就是待命我们希望这段时间的一个火灾各方面都能够降低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家家户户针对整个防火还有我们这些用电用火的情况下都要能够加强这样的一个管理，那要有危机意识的只要你要出门的时候无论是电或是火呢都要熄灭那甚至炮竹也要远离，然后或是我们有一些炮竹必须要是一些安全的标章的那尽量也少用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警力消还有防火宣导以及护宣队还有凤凰之弓，大家群策群力让我们的乡亲能够度过一个非常安心而且安全的好。工作的前夕跟林先生，我们战地上县长跟局长跟所有的顾问共同来慰问这些警力消人员在平常的执勤非常的辛苦尤其是过年的期间连续15天都要执勤在这边待命的工作一旦有一切有任何消防事故的发生都要抢救在第一前线所以今天有很多的顾问特别来致赠物资来感谢所有的警力消在一年的辛苦，谢谢张立山县长在这几年为我们所有的警力消所做的相关的设施设备的提升，甚至过年的三公我们的礼品灾害礼品救灾害礼品从180块提升到500块这是过去历届的县长没有人在做的事情，张立山县长非常的细心，也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位，也希望所有的警力消人员在过年期间可以更加的辛苦的执勤让云林县的县民有一个安全的保障，谢谢。
啊去佚佗啦吼，啊是消防队，不管是警消、民消，或是老的分队，吼来守护性命、民众的性命安全吼，所以拢袂使出去，而且嘛吼，外口无地接班啦吼。今仔真感谢咱分管的张先生馆长，甲咱的市长、甲所有团长，哦，率领足侪物件，带领足侪物件来阮武林消防局，互发放，互去各每一个分队，哦，再建议消会当出去食饭，会当到各分队煮一了火锅，还是哦水饺，会当来分包，而且特别感谢馆长的用心，甲咱市长林胜杰用心，真感谢，谢谢。我们来讲一下经理的事情。